蔡明忠先生是哪一位？来，麻烦他。今天这一曲是班长特地为你安排的，大家祝福你生日快乐。你也在跟人家生日感言吼，我们家搞回向起来。你把个班就刚下起来。这个应该是感谢哦，上学期是庆满大哥建议要写同学的生日，他所以这个月有同学生日哦，明天大家一起追踪，明天大家到他家吃蛋糕。是不是明天十八岁？十八。谢谢哦，阿玲这只要够一人哦，来老婆代言一下，好感动哦，好惊喜哦，好来，那我们去稍稍搞完工去顾伟姐来，哇，来到这里真好，竟然有人帮我们庆祝生日，谢谢大家。